事，请多多与我们联系，提出反馈、意见和批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在今天的节目结束前，我们还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献上一首罗马尼亚歌曲，由女歌手 Delia 演唱，请大家欣赏。听众，罗马尼亚国际广播电台的汉语节目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听，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晚上21:30到22:00以及北京时间下午13:00到13:30收听节目。从2017年10月29日到2018年3月24日，本台汉语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晚上21:30到22:00，使用的频率分别是92.10赫和11825赫。第二天，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13:00到13:30重播，使用的频率分别是15220赫 DRM 和13730赫。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，欢迎写信或通过电子邮件同我们保持联系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ri.chinese@yahoo.com。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因特网浏览我台的网站 www.rri.com。